按什么按啊？我跟你讲啊，队长也一样塞在路上啊。你这样按是出得去了啦。小东，你们到哪了？对啊，我还塞在路上啊。你们两个他妈的最好不要比我晚到啊！听到没有啊？收到。局长，车子给你顾一下哦。哎，浪费。为您插播一则社会新闻，今天傍晚东宁市警方获报在富阳桥河道发现可疑的漂浮黑色塑胶袋，近期东宁市接二连三发生了袋装分尸案，目前警方已经封锁桥面并展开了搜证行动，但袋中所装的究竟是不是尸体，而这到底会不会是近期连续分尸案的第四名受害者？待警方打捞上岸后，我们随时现场连线为您报道。人呢？这个救援队要多久啊？水流这么急，一下就飘走了。刚刚已经通知了，他们现在塞在路上了，再联络，赶快，赶快啦！不好意思，接我一下。干嘛？是解决分。局长，在哪里？在那边，自己看的。搜救队跟谭队都还没过来，跑来是有个屁用啊！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拿着，拿着，拿！队长。